哎，东阳，罗梅怎么走了？这。姑娘们，你们有什么事找我啊？哎，知道了。哎、好的。哎，快让我这帽子系好没？哎、系好了，放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我来。哎，老师，咱们早行学院有后门吗？有啊，有好几个呢。那有没有一个后门连着一座大房子？后门连着大房子？没有。怎么，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我随便问问。姑娘，这条裙子穿在身上感觉如何？是不是下边收得太突然点儿？明明有啊，我看见过。什么？大房子。大房子？连着后门的大房子？没有。啊、哦，你该上场了。哎，你说的那个大房子？是不是就是学院那个废弃了的作品仓库？那儿那个大房子就是学院的一个后门，可很多年没人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是个仓库。对呀，前两天呢，听说院委会讨论还要拆掉它呢。Yes.
我不信，一个崇拜者送的礼物，能把你吓得如此失常。罗梅，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你就心神不定的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每一次表演都是第一次表演，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表演。你应该带着这种感觉上场，你明白吗？你可能以为，造型学院观众不多。就掉以轻心。可你知道吗？那儿的观众几乎包括了时装设计界的精英人物。你怎么能这么草率？丁总，我不想去那儿演出了，你派别人去吧。什么？你不想去了？我们公司还没有朝令夕改的先例，不行。罗梅，你说说看，这个送布娃娃的人到底是谁？是因为这个你才不愿意去造型学院？反正我不去那儿演出。哎，他情绪有点不太对啊。
你好，我正找你呢。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想跟你换房子住，行不？你说什么？我住这儿是因为我没有房子。你干嘛？你住宾馆总没有住家里方便吧？你别问了，行吗？这是我的房间钥匙。好吧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走吧。